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现在是7:10这样子吧。我们已经回到家了。我们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一下我们的鱼。对，我每天回来都要照顾一下我们的鱼。现在马上过去看一下。这是我们的周鱼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周鱼。等一下，我们拿两条去打架看一下吧。现在我们先去处理一下我们今天钓的鱼吧。这一小袋就是我们今天从朋友那个鱼场里面拿回来的，现在马上就把它放到缸里面去看一下。媳妇正在做饭，等下我们烤完鱼就吃饭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就把这个缸，这个是缸，是我们上次抓鱼用的，用这个缸就好了。放在这里有风光的地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鱼放下去。这个大包是我自己打的，打的太粗了，一般。小鱼下缸了。我们直接用原来的水倒下去就好了。啊，好漂亮的小鱼！这个石头是我们上次从捡回来的，上次空军的时候捡了一块石头。这个水有点脏，等一下我们还要换一下水。现在这里还有我们今天收获的一些小水草。好了，把它也放下去看一下。我们只拿了几条鱼，近距离看一下。有点热，这些小鱼都很活跃，等下给它换一点水就好了。这边我要喂了。这一条是算是我们用来打架了，现在已经恢复好了，我们多喂它一点，让它早点恢复，下次我们又可以活鸡了。下面这一条是比较大的，看一下效果，放上去。这一条也要喂。好了，这个鱼我们基本喂完了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，喂一下这些小鱼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小包，看一下它吃不吃。他们发现食物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回来先，首先是随便喂一下鱼，等一下我们还要上去处理一下我们的螃蟹，喂一下我们螃蟹。现在的视频先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记得关注我是喂鱼王的龙哥，再见。